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4月14号，张医师线上课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原始点运动篇，还有老师现场实作教学。好，那我们在直播之前，我们的原始点的运动篇已经整理出来了，我们先播放这一段，让大家运动一运动，我们再开始我们今天的实作教学。好，我们先播放这一段运动篇。下面分享站立的综合练习。第一个，两脚大大的分开，差不多是三个肩膀的宽度，如果开不了这么大也可以小一点啊，可以小一点。那第一呢，把肋骨要退回去，就是有一点点含胸的感觉。第二，耻骨上提。第三，臀肌收紧。第四，膝盖骨上提。第五，脚上的肌肉踩酸啊，脚上的肌肉均匀的铺平踩地，把这些要领准备好。那第一个动作，我们的头部的转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反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二个动作，双手抱头，含胸，一、二、三、四，展胸，五、六、七、八，含胸弓背，二、二，耻骨上提，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三个动作，十个手指交叉，手心朝上，向上拉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臀肌收紧，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向前含胸弓背，向上伸展，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髋关节，双手抱头，一、二、三、四、五、六、七，卷尾骨，耻骨上提，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夹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髋关节绕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反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扭转的练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肩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向前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全程吞气收紧啊，辛苦啦。好，老师，我们现在做完运动，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今天是香港，香港，请你们开始。嗨，老师好。好，好，你们好。早安。好，我们现在香港。我们香港这个越南的他之前刚刚来的时候，这里很大的，很暗的。现在这里暖了，稍小了。刚刚来呢，这一个小的，这条筋好像一条铁线那么样。现在这条筋呢收埋了，没有了，这里也没有了。现在它。这个还有一些样块，但远的很多了。我们要跟他按推。老师，我现在按推好吗？可以啊，可以，可以。好的。有涂姜粉泥吗？痛吗？痛吗？嗯，痛不痛？嗯，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这里这条筋在按的时候，它有一些弹的声音出来。你按到筋的地方，这里按这里刺痛是吗？按这里会刺痛。按这里刺痛。按这里刺痛，这样刺痛吗？有，那这样呢？也是有点像火烧的感觉。
这两天呢，在这做有拉筋，这都这在拉这筋，的是很拉筋，痛的，这里拉是很痛的。他之前就没有了，这两天就有拉这里筋。拉直痛的。痛吗？这里很痛。按着这条筋在弹着。还有怎么痛吗？好点吗？这里好点吗？好点，没有怎么痛啊。这，好，我能不能打断一下哈？因为大概你的操作我也都看了哈。那你现在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就是这些操作有没有问题是吗？还是另外还有什不么知问题？道，参照老师指导吧。好，那我就做一个评语哈。第一个，你刚刚在患处就是。哦，胸部它整个是硬邦邦的，哦，这个可以看得出来。那这样的涂姜粉泥跟按推是对的，哦，一样，就是姜粉泥最好多一点，哦，这样会增加它的润滑度，你再推会比较好推，哦，这个可以，哦，这还是建议你这样。啊，用的工具手腕也是对的，然后姿势整个都没有问题，好。所以胸部，也就是胸部的按法，应该算是蛮不错的。但他刚刚讲的，就是，手臂在痛，手臂在痛，你的按推我就很有意见了。第一个，痛多属他处体伤，啊，你不从肩部延时点按，你直接就从患处，那这个就跟我们的原理不一样了。我在书本上有写诊断与治疗那一篇，你们可以看一下。压痛点跟疼痛处是不一样的概念。疼痛处就是你还没有按，它就感觉痛了。哦，那个叫做患处，那患处是不能按的哦。哦，那我们按是按哪里呢？它痛，好，那是疼痛处不能按，那我们要找开关。就是找它不痛的地方，但我们按下去会痛，就是找原始点。简单讲嘛，就是找我们的原始点，也就是肩部原始点，按了，它一定有痛点。那按了解决了，就他的手臂就应该好，而不是你涂姜粉泥在那里按。那这样会错了几个问题呢？第一个，我们从整体来看，
它没有破掉，那没有破掉，看起来体力还不错，那这个在我的看法还不到重症哦，这个顶多就是轻症而已，哦，我们重症就是已经影响到体力，看起来也没有，哦，所以这个时候首重守法，其次才是乐园，那很清楚了，既然是守法，所以你刚刚在按推胸部那个着重在手法是对的，哦，那我的建议是为什么要涂姜粉泥多一点，因为增加它的润滑度，要不然太干涩，有时候大力搓皮会痛的，哦，这是我对你的建议，然后乐炎也可以，因为它整个都硬邦邦，你多一点然后润滑度也够，那乐炎可以渗透进去，对于那个硬，哦，的软化也有帮助，哦，所以我才叫你多一点，然后一定要配合手法，因为手重手法。那你看，你既然是轻症，那你为什么要用在手臂呢？手臂涂姜粉泥，大面积的涂，这个是在重症的时候用的啊，所以我认为有一点过了，也就是你应该在手臂上，不应该跟乳癌再黏在一起看。乳癌不会造成手臂痛啊，哦，这果不生果嘛，所以它的痛多属他处体伤，你应该是从肩部原始点按，然后不是涂手臂姜粉泥，那你是不需要涂的，因为它是轻症嘛。那如果按了有改善了，那就这样就好了，这个就这样结束了。我这样讲解你理解了吗？所以你在操作上是有问题的。也就是第一个先判定这个是重症还是轻症，那如果是轻症，那你应该是以按推为主，乐炎为辅。那按推为主，因为为了怕，哦，那个干涩，所以一定要多涂姜粉泥，然后加上它的硬结肿块面积又大，多涂一点，然后增加它的润滑度，你也比较好推。我的用意是在这样，那就是以手法把乐炎带进去，好，哦，让整个哦变软，哦，甚至慢慢消失。那手臂既然是轻症，那就不应该涂姜粉泥跟按推一起来啊，那就没有先后，是直接哦，直接就是找肩部原始点按。好，我对这个患者，所以我建议你们在不管遇到什么患者，先分到底是轻症还是重症。那处理的原则要先建立，你们到底是要以乐炎为主还是按推为主，这个也要先确立，那这样做你们就会有步骤，那整个概念就不会混淆。好，我对香港的建议是这样。啊，何老师，谢谢老师，患者有问题要问。可以，方便吗？方便，直接问老师。他问他每天运动一个小时够不够？因为哈，如果以他的体力，应该这应该是够了。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运动的，一个小时，他运动方式呢？我叫他就绑上腰，还有爬楼梯，还有双手弓，然后甩手弓。掌上压，什么胆干压？掌上压，哦，伏地挺身是吗？哦，掌上压叫掌，哦，啊，这样可以啊，可以啊，很好啊。哎呀，我说胸部应该做这些，哎，跟胸部有关的一些运动，甩手也可以啊，哦，那爬楼也可以啊。好，这样配合很好，很好，应该一个小时，我认为是够了。够了吗？够，够。应该，对呀，那我的姜服呢，就是每一次，大约10豆颗吧。每次十二。每次十二克，一天吗？还是三餐？每餐十二克。三次，一餐10豆颗，三次。一餐什么？一餐十二颗，三次。老师他是说他姜服哈，每天吃三次，好，每次10多克左右。好，哦，也够啦，因为他第一个哈，哦，既然是轻症哈，哦，那
我认为十克就够了，然后每次十克啊，一天三次，也就是总量三十克，应该就够。我是轻症吗？你是轻症啊，你以为你是重症啊？你体力还不错，所以很多以为乳癌，我们的癌就一定是重症，不是这样看的。我的看法是，原始点是看体力啊。啊，我看你体力还不错啊。那之所以会有乳癌，我一般认为是情绪还有观念，一直以为我是重病，需要人家照顾，这个才是最大的毛病啊。所以你就是轻症，没有错啊。所以有些地方你既然是轻症，你在运动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在帮你按推，你应该也要学啊，自己偶尔也要这样按哦，帮助自己哦。好，每一次按完啊，老师患者的意思，他是问哦，每一次按完之后会刺痛大约一个小时左右，这样是正常吗？然后他再问说，在家里照灯呢，经常会感觉到刺痛，然后在中心照灯就不会有刺痛，为什么？到中心就不会有刺痛，回家就刺痛。对，好，一样的啦，哈，刺痛哈，痛多属他处体伤啊。我刚刚就是在讲这一个问题，如果他有刺痛，不是在按胸部呢？他真正要解决的是肩部原始点呢，所以他刚刚手臂也在痛，胸部也在痛，我担心你们的肩部原始点有没有按，因为你们从头没有交代这一部分，所以他刚刚讲的刺痛，痛多属他处体伤，应该也是从大开关引起的，而非乳癌。乳癌硬结肿块，我告诉各位，那是果，果不生果，也就是果不会生出一个痛来，痛也不会生出肿来，这两者都是果，哦，书本上讲得很清楚，哦，疾病与衰老都有讲，所以他那个会刺痛，我在怀疑根本跟肿瘤是无关的，还有手臂的痛，根本都是从肩部原始点来的，但你们整个的处理几乎都没有交代，而且我说他是属轻症，轻症手重手法。手法手重位置，也就是你先确定它的开关在哪里啊，这些都没有交代，所以我觉得是整体的概念还要再加强。那应该痛，我认为从整个的过程还有理论来讲，我认为那个回去的刺痛应该是肩部原始点引起的，而非肿瘤，还有手臂也是一样。好，我就回答这样。还有什么问题？香港团队都有听到哈、哦。有，有听到老师。对，大概。他说他的腋下哈、哦、都是拉得很紧，为什么？怎么弄？背部有时候有酸肿，酸痛，没有力哦，也会不定位的痛。按推后，你按的会有每一次按的会有就有改善，对吗？老师，他这个患者哈，每一次来中心美禅，他都有消。一般来讲，如果患者他来到美禅后，先帮他按那个背部的原始点，就是相对的原始点，就是背部原始、肩部原始点，他都有按的，就上背部，跟上背部，然后肩部的，他美禅都有帮他按。那这样很明显嘛，刚刚他讲的就完全印证了，如果背部还有肩部原始点都有按，所以他说来中心他就比较不会刺痛，回家就会，明显就是一定有按到大开关啦、啊、所以这些才改善他。那他回去应该肩部哦，这些背后的他自己按不到，我认为他顶多是按患处，所以对这些疼痛他我认为帮助不大了。对，因为在家里帮我按了，所以我只能按前面了。对，那这样对你刺痛帮助就不大了，因为我在怀疑，因为原始点书本上写的痛多属他处体伤引起的，所以反而你要解决那个痛，
是要按肩部原始点，那你那个硬结肿块是属患处，所以患处才要涂姜粉泥，然后用力去推，让它热源进去，然后它就会松软。哦，所以两个，一个是处理状，啊，一个是处理症，症是他处体相引起，状是患处体相，所以这两个分清楚，那当然就你按哪里就会改善。你按胸部，那就是处理硬结肿块嘛，但对于你的刺痛帮助不大了，因为一定要从开关按才有效。好，我就回答这样。好，老师啊，因为时间我跟他按会不超过，按完才按成，会不超过还是不跟你的，不完跟你，他就温敷开大的跟内件，温敷再按前面的，他前面呢有一个问题问老师，他用当灶的时候。他刚刚来拿时候呢，我用刚刚来开成秋风吹风机跟他吹，他说开成吹风机吹得很舒服，现在用开成吹风机吹，他说很刺痛，受不了。我想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其实哈，他吹风机最主要用意是乳癌那个爆掉，怕组织液太多，所以你才要用吹风机。一般像它根本没有破掉，硬结肿块，不用吹风机啦。我认为用一般的涂姜粉泥哦或灯罩，这样已经够了啦。哎，这样我就回答到这里。好，谢谢老师。哎，他们还有一个子宫肌瘤的要问吗？张医生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好。这个患者呢，他刚来的时候，他这个肌瘤你看到都面积都很大。这今天他是他的第六次的那个来我们这里调理，他一个星期来两次来这里调理。22月27号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这个腹部呢就好像一个怀孕差不多有8个月大的那个腹部很厉害。现在他来的时候这里。全是很硬很大，现在调理了6次，我就很明显就觉得它这个肿块呢就开始分解了，分解到这里有一个，这里是有一个的，然后它这边呢，这边呢又有一个的，很清楚分解到4个出来，就分解了，而且它这边呢，本来它这个脏是来到这一边的，这些。都已经是很，已经软了很多很多，可以按下去了，对吧？这个感觉好，所以呢，因为刚才在之前呢，我已经帮他把他前面的、后面的那个他出体上的位置呢，已经是跟他已经帮他做了按推的。按推完以后呢，也帮他弄好了背部的那个姜泥，已经弄好。现在呢，就是这样，张医师帮我看一看我按推这个腹部的手法，我按推的怎么样，好吗，张医师？好，可以。好。这个呢，还没用姜泥之前呢，我刚才已经也是按推了一部分的。那个痛吗？那个感觉怎么样？痛，那个痛的位置是这个位置，我这个手这个压下去的这个位置是吗？那这边也是哈，这边呢也痛哈。这边呢。它里面呢很清楚感觉到它里面是有一条很粗很粗的大脖筋一直在动在跳动，现在就很明显可以按到了，以前是按不到。这个呢，这个不痛哈，
这边呢，不痛。这个呢？这边痛，这边，你看到这个？这边。这边这一块痛哈，所以在这里，这里，中间这里也有一个，那个呢？这痛吗？不痛哈。那我用姜油帮推哈，姜给弄的妈妈。有吗？下下部面，下面很好。这有感觉吗？现在没没有刚才那么痛了。开始来的时候，刚开始来的时候很痛。那现在你在家里是怎么自己处理？就是我教你这边自己按。是这样。我稳定，稳定哇，不能够拖延。所以大概他的按推我也都看到了，很好啊。这样的按推没有问题，哎，这里，哦，这个，好，老师，您说他的按推没有问题，他还对，要再继续按吗？应该不用了。我这样看头大概就知道尾了。他刚刚在按，就是肚脐下面有痛点，然后还有上面，他另外一手那个上面按下去，他也会，患者也会反应。那这个如果遇到痛点，就是多按几下，时间停留久一点，哦，加强啦，等于加强。啊，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应该这样就可以了。哎呀，这样处理得很好。啊，按推进要，如果说单就按推部分，应该就这样。啊，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我现在呢，我就想知道，你看这个肿瘤呢，本来从一大块嘛，现在已经这分解得很清楚，现在也就四个的，而且我就发觉这个已经是开始从硬的时候，现在就开始动了，可以转来转去，又一直在动的这个。那患者呢，就想知道说，他这些肿块呢，会不会是
变小或者是没有啦，他能怎么样去配合？好，那就这个问题我还是回答一下啦，就是其实肿瘤为什么会形成，它一定有体伤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按推，就是解除体伤，把痛点找出来，所以我们其实不是想把肿瘤按小，千万不要这样想，这样第一个念头就错了，我们是要找出体伤，那所谓的体伤就是组织器官循环运作失调的一个状态嘛，那这个体伤就是找出痛点来，那个就是体伤位置，然后按推久了它循环变好，自然肿瘤就会慢慢松软，然后慢慢缩小，所以它是过程啊，你也不要去管你可以解释说它肿瘤本来硬变分解了或是怎么样啊，这些都是多余的想法啦，简单讲就是它体伤应该是越来越少，痛点越来越少，那如果你能够按到这样，我相信肿瘤也会慢慢变软变小，这个是等于你因改善了，果自然就会改善哦。所以我们原始点是重因啦，啊，因改善果才会改变，而不是说我们去按肿瘤让它分解或让它怎么样，不是这个概念，而是我们要找出真正的因，然后把体伤解决了，你这些肿瘤就会消啊，你也这样就可以理解，原来你肿瘤会这么大，就是你原来就有体伤啊，因为之前没有处理啊，现在来香港团队他们帮你处理哦，让整个局体伤改善了，那你肿瘤自然就会变小。好，我就回答这样啊，有什么问题？那患者你有什么要问张医师的吗？张医师你好。你好。我的那个下腹部最近多了那个痛多了，还有那个腰呢酸了很多，是不是好转的那个转变化？你是说酸了酸了腰酸，那下腹部痛是好转、啊、是不是算好转？痛跟酸这不能看有痛有酸就好转，没有这种说法。那痛跟酸就是还有其他体伤，而我刚刚已经讲了，如果你有感觉腰酸或下腹部痛，那你大开关还是要按。那如果按了没有效，你再从患处找体伤啊，照理体伤腹部按一按，诶，这些酸也会改善哦，所以从他处跟患处去找啊，一般他处也要按哦。嗯，对于解决疼痛，痛多属他处体伤，大开关一定要按，然后再来哦。如果他处不能解决，再因为你那个肿瘤确实大，然后再从患处找痛点，那应该这个腰酸也好，腹痛哦，下腹部的痛应该都可以改善。这个问题我就回答这样。那还有什么问题没？我现在是早晚那个练那个猿猴式慢跑，含楼梯就30层楼左右。其实我这样够不够运动的量？还有那个我照那个紫外线当，10至12个钟小时，请问现在够不够这个热能到不够？好，其实够与不够哈，那个靠你体力去锻炼啦。我觉得，一般正常人运动，如果体力好的一般人，一般一天可以运动1-2个小时，1到2个小时是没问题的。那如果你体力比较差哦，那就是以你为主哦，你比较差，每天又要运动啊，不要过量。所谓过量就是你运动完会很疲惫或很累，那个就是过量哦。那如果没有，你在这个合理范围，我觉得都 OK 的。
哦，所以哦，运动方面我大概就讲到这样。好，老师，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老师，谢谢大家。那我们预告一下，下个礼拜4月21号的课程是2024年手法更新头部原始点，接着就是现场实作教学。好，下周见。